差不多这两天，热啥了你？哎，都换了。换了就不能怨我呀。这今天这天吧，三十九度，知道吗？怎么会巧克力味的？只有这个。哎，以后啊，再干这事儿你叫上我啊，大热天别冲他数。哎，这可是我花钱让你买的，算我请你的，这是福利。嗯。养条狗还得就是根骨头呢，你也吃啊？大妈，哎，这贵妇是你的啊？是啊。哦，多大了？一岁半了，特调皮。这真好啊！这狗啊，又干净又没有异味，还好养，还聪明。你别说，你养的真好。平时啊，我都是拿它当孙子养。哦，哎，打疫苗了吗？ 今年还没打，上次打的时候啊，被那大夫给吓着了。看看，哎，对了，大妈，啊，你找他，啊，他是宠物医生啊。哦，你带着你的狗到他那儿去，你放心，保证质量又好，而且呢，服务态度也好。哦，哎哎，对对对对，这地址。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您，好，走嘞，宝贝，走嘞，走嘞。 写怎么样？也许有很多遗憾难以弥补，但真心希望你能有最好的未来。哎，你来了，姐，帅哥来找你了。 我有东西想给你，我还有家里的东西吗？我都拿走了。要有的话，帮我扔垃圾桶吧，我不要了。你先看一看吧，是给你的礼物。你看了以后不喜欢，再扔也不迟。这什么呀？ 你可能觉得挺滑稽的，这两只小熊你一定很熟悉吧？这些都是以前你特别想跟我一起做的事。我知道，现在在跟你说这些，其实真的挺没意思的。青青，但我还是想发自内心的跟你道个歉。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对我真的。 你对我真的很好，可是我对你照顾得太不够了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，我太粗心大意，又不体贴。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真心喜欢过你的，只是咱俩性格不合适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你真的很好，是我没定性，我挺混蛋的。 说完了，我说两句。以前呢，我确实挺恨你的，觉得就是一花花公子，玩弄我的青春，浪费我的感情。不过现在过去这么久了，我已经想通了，真的，感情呢是两个人的事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没有是非对错、评判标准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再说，过去那么长时间，我都不记得了。
况你还送我两只小熊，把我梦想都实现了，所有的伤疤所有的遗憾都抹平了。所以卢耀伟，我不恨你了，更不会怪你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谢谢。什么都不用说，都写在本上了。我的未来会很美好，你也一样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俩曾经相爱过，就不算虚度那段时光啊，对吗？哦，对了，这里有个文件，你有空的话可以看。好，我都收下了，礼物我特别喜欢，谢谢。那我忙去了。好。青青，这是我给你录的一首歌，是你说我唱的最好听的一首，咱们小时候老唱的，毕业的时候给你唱过的那个小虎队的《爱》。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随青春择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心田。别日啊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嘿嘿，向天空大声的呼喊，说声青青我爱你，让那流浪的白云说声青青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气了，我后来想了想，是我不对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说想去背叛你的意思，我绝对不会的。咱俩那么多年姐妹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你就杀我500回，我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你就放心。你别说你不理我呀，你不理我。以后我陪谁逛街，我跟谁八卦去。原谅我，你原谅我，我再给你上一句。鬼是你出的，我提点意见啊，以后你不要放熊，你放个兔子啊、Hello Kitty 啊，像我这么可爱的，放什么熊啊？放大熊就算了，稍大点白我也带上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还有啊，以后你那破锣嗓子不许唱歌啊，你一唱，我们家威士忌呜呜就跟你里应外合，跟二重唱似的。青青，你原谅我了。你不生气了？谁说的？我生气，我气得不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把一个月都吃出来，这顿你请啊？不行，必须我请，请贵的点。你说的啊？服务员呢？鲍鱼龙虾，我一样来一份。请手下留情了。哎呀，终于让我爽了一把。你不知道，你最近不理我，我都快成神经病了。没人逛街，没人吃饭，没人八卦。你今天跟我一次八个够啊？哎，你说说你最近怎么样？牛头梗怎么样？别叫人牛头梗，人家有名字。牛头梗多好多直观呀，形象生动，不易混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离婚了。感谢天，感谢地。
感谢阳光，感谢父亲。快快快，今天双喜临门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你至于吗？离了婚那么高兴？再说刘明对我挺好的。好怎么了？那对你好不应该的。你条件多好啊，年轻漂亮有才华。他呢？你既然分手了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高富帅的模范代表。什么高富帅啊？卢耀伟。不不不，你听我说，第一，你别在意我跟卢耀伟之前那点事儿，我纯属是为了给你出气跟他玩玩的。第二，他可能是花了点，但是他人心还不错。第三，卢耀伟呢，有样有才华，这是女人最好的选择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他跟你之前的感情虽然不完美，但是你们俩有感情基础。他现在对你可愧疚了，你现在回头找他，胜券在握。行行行，聊点别的吧啊，你别说这些就没用了。真的，你考虑考虑，卢耀伟。我考虑什么呀？真是你让不让我吃了？我这一个月的饭我得吃回来呢。这就算结了婚了，跟做梦一样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这就结了婚了？你后悔了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激动吗？我一激动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小雅，你说，咱这个婚宴，你想怎么办？婚宴？我这事儿我没经验啊。我都听你的。妈呀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不是，那不太浪费了吗？那咱俩还不如把钱好好存起来，然后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你觉得呢？那倒也是。可是这个人家不都说，女人最希望有一场什么盛大的、浪漫的婚礼仪式吗？年轻的时候，我可能很在意这些。不过，其实我嫁给你呢，我就图你人好，对我又好，咱们俩能好好的过日子。你说那些形式，我觉着对这些来讲都不重要。婚宴对咱俩来说是个奢侈品，更何况咱们手头现在又不宽裕，你说咱们走那个形式干嘛呀？那，哎，算了。但是说好了，你可得一辈子对我好啊，你不能对我抠。那是一定的。哎，小雅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你。二十个机会，嗯，我猜。哎，别，你猜一猜，你让我感受一下卖关子的感觉。不猜，爱说不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沈亚，我前妻，嗯，跟我们单位老王，好了，结婚了。是吗？啊，他俩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说起来哈，我是大妹啊，他不是问我要钱吗？我们领导不是扣我钱了吗？他每个月啊就找老王去拿我的工资。一来二去，俩人好了。这是缘分。今天看他俩那个样子吧，我这心里哟，有点吃醋啊。哎呦，没，吃什么醋啊？我这心里吧，又欣慰又心酸。啊，心情挺复杂呀。你看啊，我欣慰的呢，是沈亚终于找到了一个男人。我心酸的呢，他跟我离婚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一个人辛辛苦苦的，也挺不容易的。他终于把自个儿给安定下来了。
我们都老了，岁月无情啊。行了，岁月无情是针对好看的人说的，您这长相，岁月拿您一点辙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我呢给你买了一个保温杯，以后别喝凉水了，尽量喝温水。哎呀，是啊，现在也没人给我倒水了，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倒了。哎，你呀年龄也不小了，得注意身体了啊，身体最重要，知道？这样吧，明天早晨我给你带早餐。阿萨西，你真是老了，越来越啰嗦。岁月无情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保温杯啊，保温效果特别好，你刚倒上开水以后先别喝，让它凉一会儿啊。行了行了，阿萨西，你真是越来越啰嗦了。老了吗？啊啊，空调啊，空调啊，开楼下，楼上不要开，别着凉啊。好，岁月无情，拜拜。你好，那个 Tony 在吗？您是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哦，他在的，您跟我来吧。嗯。行，托尼，托尼啊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跑到健身房找你也找不到人，问你那些狐朋狗友也找不到你人。幸亏我机灵，想起上次你让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，我找到她才找到你的。合计你还给我姐打电话了，谁让你换掉？好吧，把你换了，别担心。什么呀？你老公都要把我弄死了，我还敢跟你联系啊？想不通啊！别闹啊！不是，别闹啊！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这一会儿老板看见了，这成什么了？这是啊！赶紧走吧，你我忘干嘛呀？忘。你赶紧走，好吧？哇！哎呀，那个，这个就是我的老板。那行，那个，那你走吧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回头这个事儿呢，我好好想一想，好吧？啊，那你先忙，好的。哎，拜拜。好。谁？这个人怎么了？问你话呢，怎么了？谁呀，这女的？她是我以前同事，也追求过我。但是我没同意，我感觉我们两个人非常不合适。她虽然长得也挺漂亮，家庭条件也挺好的，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她。我不同意之后，她就找了一个跟我一样的男人，长得也一样，脾气秉性也一样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婚后生活非常的不幸福。于是他又想到了我，他就过来找我。哎，但是我们之前没有什么联系啊。他是通过我之前的同事要到我电话，找到这儿来的。然后，但是我一跟他聊天，我发现他有一种病态了。他已经暗恋我到就是已经走火入魔的状态，现在就可以用这个"精神病"三个字来形容他。所以说，今天我看着他，我就是。不知所措，我就感觉，哎呦，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哎呦，怎么还会有这么痴情的女人吧？有啊，真的有，但是他痴情，我完全没有用心，我也没说投入跟他怎么样，这点你相信我？
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是这么打算的，现在呢，我就从店里出去，我去找他们家人谈一谈。你以前真的没跟他好过？你要以前跟他好过，你告诉我，我不介意的。不是宝贝儿，你想啊，哎，就算我跟他以前有什么关系，他也是我这个前女友，对吧？我没必要欺骗你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大胆的告诉你，我说这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我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你，你就是我最唯一、最后、最终的一个选择，你就是我的女神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那你赶紧找他家人啊，这病耽误下去，那可了不得。新的橙子可甜可甜了，吃一个。哎，我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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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俩都说好了，分手了，你还找我干什么？谁说分手了？你想啊，你那个老男人都要把我弄死了，我还缠着你，我有病啊我。我早就没理他了。这些天我心里都想着你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你想我没？想没想？想了。哎。嗯。把手给我。干嘛？把手给我。干嘛呀？没啥事。哎呀，握什么手呢？放了呢。我手又不凉。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怀孕了。切！你太会逗人了你！现在都会用这招骗我了你！你棒极了，宝贝儿你！吓死我了你！啊！现在还会逗人了，我的天！真的是。不是你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真的这孩子不是你的，是吧？是我，是我的吗？相信是吗？啊！我现在就去死！哎，不是，我没说不相信，我没说不相信的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先，我是高兴，我有点乱了，我有点语无伦次，那个，宝贝，别哭啊，好了，这样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回去我给你爸撑着，好吧？我坐下来慢慢聊。钟婷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公司临时有个会。替不了真人，小熊还是不如真人好。我不明白你意思。周青青离婚了，你应该跟她复合。你让我跟周青青复合？不应该吗？当初周青青跟尤斌结婚，就是因为你，她在你那儿受了伤，她一时想不开，所以才做了这么草率的决定。青青是个好姑娘，她应该有个好归宿，因为是你欠了她。对，我承认，周青青当初突然和尤斌结婚，我是负有一定的责任，是绝大部分责任。好吧，我都承认。可刚才你也说了，我欠她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如果仅仅是因为我欠她就跟她复合，那对她也挺不公平的。另外说句实话，我现在真的
分不清自己对他有多少是爱，又有多少是对他的愧疚，这些东西纠缠在一起，我真的理不清。另外，我也放不下我跟你那段刚结束的恋情。你打住啊，卢耀伟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。我是周青青的好朋友，当初就是因为你伤害了她，所以我才跟你玩了一场感情游戏。现在游戏结束了，咱俩该干嘛干嘛去。别跟我这练不练，听着瘆得慌。上车，乖。你别忽悠我。放心吧，我绝对没忽悠你。那你要对我负责任啊。当然呢，你想想，我负责任，我得有条件吗？我现在工作没了，我现在我姐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我得先把她的情绪搞定啊，对不对？等不了了，再过两个月肚子就大了。放心好了啊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也着急啊，我肯定让你风风光光的、体体面面的进我们老沈家，啊，放心吧，啊，亲一个。师傅慢点开啊。在你心里是个游戏，可在我心里不是那样的。卢耀伟，你别玩你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对我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虚荣心和征服欲。我之前要不是那么吊你胃口，不是那样给你使手段，你能对我感兴趣吗？你跟我确实挺像的，自以为是，玩世不恭，对任何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。你敢想象像咱俩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恋爱结婚吗？我敢跟你打赌，不出三个月，咱俩会对彼此完全丧失兴趣。好吧，我可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弥补他，但是终体我不能再去找他。我现在的头脑并不清楚，但是我明白，这种时候不适合再开始一段感情，不管是和谁。我能够理解你这么做是为了周青青好，但是你别走极端。不是说他丢了一个玩具你再捡回来给他就行，感情没那么简单。我的世界就是这么黑白分明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以后慢慢会明白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样做真的不好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尽一切办法弥补他。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见到那姑娘家人了吗？找到了，谈的呢也非常顺利。哎呦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？我不是不放心，我不是对你的事上心吗？以我对你的这份真心，加上你这么有魅力，你应该有这个自信，我就是属于你的啊。行了行了，别油嘴滑舌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准备今天的生意啊，快点。好，好。哎，铁军，什么事？我跟你说啊，玩什么都可以，别玩感情啊。咱是老爷们儿，该干点老爷们儿该干的事儿。对感情要有担当，要有责任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和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，我也不清楚你跟王老板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。但是有一点，不能脚踩两只船啊，你记住，会翻船的。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啊。但是呢，我想跟你说，这也是什么事儿啊，就不用多解释，因为解释也没有用，只有专心做好就可以了。这点请你放心，你说的那些
不存在啊。叶兄，啊，好自为之啊。留你在这就是个祸害，你等着。姐，这半天了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我说什么呀？不是都说半天了吗？不就是你把人那女孩肚子给弄大了，人家人想生下来，你让我们替你养着，让我跟你姐夫给你操心，不就这事儿吗？不是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，对吧？但凡我有这个能力，我也不可能去求你们俩，对不对？再怎么说，这孩子毕竟是咱老沈家的。你说我现在又没有车，又没有房，我怎么养活他们俩呀？对吧？要不这样吧，我跟你姐夫给你租个房子，赶紧结婚生孩子。对对对，哎，我们帮你啊。那你说，我现在又刚跟那个富婆刚好上，我钱还没赚到，结婚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我告诉你，我真想扇你，我真想扇你！你这叫一只脚踩两只船，啊！我还得给你养孩子，你丢不丢人呢？铁军，我劝你几句啊，当男人嘛，就要懂得担间隔，做什么事儿就得有始有终。你看，你和这个姑娘呢，已经处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又有感情，还又有了孩子。你就跟你现在的女朋友啊，把这事情说清楚，哎，跟那个姑娘啊，赶快结婚领证，哎，我和你姐呀，一定帮助你。你不懂，不懂什么不懂？你是不是让你姐我给你养了呀？我告你，沈铁军门儿都没有。你马上就快40了，我姐夫马上就快60了。你说你们没有个一儿半女不可惜吗？啊，想想都悲哀啊！啊，你们管的这个孩子长大了可以孝敬你们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你说这孩子姓沈，那就是你的亲骨肉，他就是咱们老沈家的人，对吧？是咱老沈家的人，你能不管吗？万一你们70、80了，啊，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他们也能照顾你们呢。哎，这铁军，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。沈呀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不会叫你受委屈。等咱们都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哎，咱们俩一块儿进养老院。哎，我有医保，我有养老保险，哎，我好好攒钱，哎，咱们好好养老。啊，你别瞎想，你还想你自己的事儿吧。哎，你看多可爱，刚拿回来时候流浪汪的，脏兮兮的，现在洗干净，没想到是个小奶牛。来，咪咪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吧。啊，起个名啊，要不就叫小流浪。小流浪太不好了，惨兮兮的。那叫啥呀？叫小二吧，随你，小二。嗯。你这有指桑骂槐的意思啊？哎，咱俩打个赌吧，他呢要是5分钟之内起来了，就叫小流浪；要一直在这趴着喵喵叫，就叫小二。怎么样？赌什么？嗯，广场上有人跳广场舞，你要输了呢，你就跟大爷大妈一块跳广场舞去；我要输了呢，我就请你吃冰淇淋。这不公平！怎么不公平啊？就这么定了。情嘛，巧不幼稚。哎，小二，你是故意跟他作对的吧？有你，你做这个邪小子儿。
广场舞了？什么情况啊？你姐她撑死是个大龄剩女，这怎么变中老年了？你去广场看看就知道了。干嘛？这能把你笑成这样？我跟你说，我眼珠子都快掉了。你还出来玩呢？你玩一玩什么不行？看电影、shopping， 不行把自己关家里，你睡觉都行。哎，这广场舞你也能跳的？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。怎么还跟他混一块啊？那我们俩离了婚，也可以做朋友吗？朋友？你俩现在像朋友吗？你俩最好别普通朋友啊！你是被他洗脑的，你还是失恋了，是打击太大，基因发生了什么可怕的变异？你现在选男人不是差，是差的 n 次方。你看他那样。一跳广场舞的二货，他能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幸福？你告诉我。告诉你，一分钟都别等，现在赶紧给我走，要他缠着你不放，我跟他。哎，不是，我找的他。什么？我们俩真的没什么，他就是当我司机。哎，你看我有实际困难，我平时带着狗打车吧，人都不愿意拉我，我又不会开车。那我雇别人还不如雇尤斌呢，对吗？他真的就是个司机。哎，不是假的。麻烦走。尤斌。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？交差了吧？回。好，先我上班了。哎，那晚上。哎，别忘了接我。知道你要来吃点啥？哎，双井那家，别忘了。你也想吃麻辣烫？吃你妹！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非要晚上到这儿来？这家真挺好吃的，你看看那儿，还挺会找店啊。那儿有你的老熟人。那是啊，这有名啊。那是周青青。坐她旁边那个是她老公，不是，是前夫。卢耀伟，你跟青青也谈了好几年恋爱了，以你对她的了解。你觉得她会是在这儿吃路边摊的女人吗？她好歹也是个文艺女青年吧，也是一个爱旅游、爱法餐的小清新吧。你看看现在的她，哎，老板，再我来一份小龙虾。吸着汽车尾气，在这儿吃路边摊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什么不知道？就是因为你。
就是因为在你那儿受的伤太重了，他一蹶不振，对爱情绝望了，所以随便找了个对他好的男人。陆耀伟，算我求求你，以前我要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，你恨我都没问题。你救救青青吧，我真的看不了我的好朋友过这种生活，行吗？出彩，爱有你才够精彩，期待一个温暖的所在，哦，抱着你还有什么不应该，现在一步